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嚟尖沙咀海港城三楼 LCX 行超人展，睇下有啲咩睇先。有怪兽哥莫拉，仲有巴豪坦星人，后面仲有一粒展柜展示唔同嘅 SHF figure， 大家一齐睇下。有胜利银河，有电影版吉田，有哥莫拉，有 Leo 两兄弟，超人二 set， 超人 G 同埋 CEO， 仲有佢哋。仲有贝利亚两父子、超人迪迦、连环打斗场边，当然仲有超人六兄弟啦。嚟到记得拎埋免费嘅长刊，超靓。背脊仲系张 poster 添，同埋记得嚟同超人合照。再拍一拍现场环境俾大家睇，白老坦星人劲高。隔篱就系怪兽王者哥莫拉，都系超大啫。当然仲有超人啦，好多人咧同佢影相，买个 pose 仲劲有型。就系依一度 LCX， 同埋头先讲嘅一粒 figure。睇咗咁多正嘢，只不过系开头。只要行到 LCX 中间，仲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、展示最新嘅产品，有超人迪迦，仲有佢哋 Q 版公仔系新系列，仲有一个超大只，又系新系列嚟噶。盲盒实物梗系冇咁大只啦，就系咁嘅样嘅。有劲多唔同款嘅超人。唔知道你会抽中边一款呢？款款都系超型啊！咁靓嘅文盒，现场仲有得卖，可以原盒买噶。咁新嘅产品后面系咩呢？就系、超人迪迦射怪兽，咁可以影相打卡压 like。再行前几步就到呢个买嘢区域啦，就依一堆嘢卖，但系唔系全部都系超人。呢、这个区域咧就叫做海港支援基地。超人嘅产品咧就系得呢度咁多，隔篱咧都有个展柜嘅，有今次嘅新产品啦，盲盒同埋呢两只美版吉田同埋有呢个米菲尔，系今次会场限定版嚟嘅，数量有限，我就买咗啦。如果你买其他超人系列，仲会送电影戏飞一张。如果买会场限定版，只有收纳盒或者环保袋一个，咁我系收纳盒。买玩具翻去如果唔齐件，记得扫呢个 QR code。再行前少少就有超人游戏同大家玩，喺墙上面嘅 QR code 只要扫一扫，玩游戏就有靓嘅 wallpaper， 同埋记得如果有消费咧可以换精美赠品，而我有消费就有呢啲 postcard。今条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条片再去其他地方 ，goodbye。